多次很聪明。所以呢，我想哭啊！你别想，我也想哭。是苦情姐妹花一样，因为其实看到这么多掌声，然后看你在台上，那曾经的我也在台上，所以有很多感触，对，所以还要再继续讲吗？对，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我听到这些掌声，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，真的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想，接着，因为今天是阿芳的主场，那我也不要占他太多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坐下，我知道没忘了，好，让他坐下来。我不想坐下。唱啊！到底要不要唱？要！所以你的意思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那个人都要唱歌噻。对。呼吸吸的啦啦，如果再来一步。不是啊，这个麦克风有点雷，就是有点打来打去。你没事开这个四面台，你很勇敢。以前陈振川叫我开四面台，我都不敢。我那我就心里想，阿芳腿这么短，你把小巨蛋当我家客厅哈、哎。对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聊天方式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不吵你了，你慢慢唱。你今天很棒，很漂亮。谢谢，谢谢。他等一下就骂死我，难得嘛。